泼，蕴藏万物。人们艰辛劳作，收获自然馈赠，就地取材，感受鲜与美。同一类美食，百般滋味。精心烹饪，巧妙组合，以鲜美塑造食材的独特，品味湖泊的滋味，感受自然的脉搏秘密。天气渐凉，慢慢入秋，位于巢湖边的肥东县又到了捕捞水草的季节。新鲜嫩绿的水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这种草料有着特殊的用途。巢湖自古就有三鲜，巢湖螃蟹就是其中之一，也是安徽本地的风味标签。石师傅养殖螃蟹已经几十年了，在过去物质不丰富的年代，便用水草喂养螃蟹，现在依旧保持这样的传统。巢湖螃蟹适当搭配谷物以补充营养，巢湖螃蟹无土腥气，味道鲜美，品质位居阳澄湖、洪泽湖之后，名列三甲。天色渐黑，凉爽的温度使得螃蟹更加活跃。螃蟹通常在夜间出来觅食，常常喜欢潮湿的环境，借助手电灯光迅速捡起螃蟹，等待螃蟹的是另一种风味的变化。合肥，长江三角洲的地位优势为城市带来发展机遇。六月时节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，只需上笼蒸煮15分钟，便可保留螃蟹原汁原味。蟹肉温润清甜，鲜嫩美味，蟹黄晶莹剔透，呈橘红色泽，轻轻一口，满满的鲜与香。六月黄虽未长满，但肉质新鲜香甜，成为泸州人的最爱。螃蟹对半切开，沾上面粉封口，热油快速锁住螃蟹水分，只需变色便可捞出。洋葱一众配料快速过油，香味布满空气。爆炒调料加入螃蟹，不停翻炒，螃蟹与洋葱众多配料充分融合，一盘应季红烧螃蟹浓醇鲜香。螃蟹的另一个搭档是大虾，热油倾注锁住鲜味，配以年糕黄瓜煸炒，最后加入葱段煸香，逼出香气，一盆虾兵蟹将将完美呈现。如果说螃蟹是鲜香横行的巢湖至味，那么另一道关于鱼的风味也是不可错过的时令珍馐。贺玉梅在古镇经营一家河鲜饭店，菜品随季节变化，但是杂鱼锅以其独特的风味征服了无数的味蕾。贺玉梅每天早早来到附近的菜市，仔细挑选着杂鱼，确保菜肴的新鲜味美，这是多年经营的习惯。你这鱼现在城里不一定能买到。随着秋风渐入，古镇它穿越时光，一种河鲜滋味如约而至。
王志国是何玉梅的丈夫，他主要负责处理食材。拿起一条白丝，取出内脏，清水反复冲洗，确保河鲜的鲜美滋味。巢湖白丝身形修长，鳞片洁白如银丝，鱼肉纤细柔软，富有弹性。鲫鱼肉质鲜嫩，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杂鱼锅讲究菜肴色泽红亮，所有的食材必须快速处理。热锅加入香油，切好的葱姜蒜倒入锅中，煸炒爆香，搭配适量辣酱更是入味。注入灵魂清水，清水慢慢与香料交融，此时将杂鱼放入锅中，鱼肉鲜嫩口感与红烧的香气相结合，给人一种诱人的食欲。杂鱼迅速吸收着红烧汤汁的美味，鲜美的鱼汤将鱼肉的应季美味极致逗留，河鲜的滋味百转千回，一碗杂鱼锅最是温暖人心。安丰塘水库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，古名雀碑，古时候被誉为天下第一塘。在寿县的小巷中，隐藏着一家风靡当地的饭店，这里的红烧甲鱼成为了美食界的瑰宝。姚军擅长运用寿县本地的传统调味料，将甲鱼的鲜美与风味完美融合。姚军深知选用新鲜的食材至关重要，每天都挑选最新鲜的甲鱼，确保菜品的新鲜和口感。姚军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，他将每只甲鱼都经过细致的处理和清洗，确保食材的卫生和新鲜度。这个甲鱼油是不可以使用的，清理好了，现在把这油剔掉，用温水将甲鱼过水去除异味，捞出再次清水冲洗。他运用多种本地的调料以及秘制的汤底配方，将甲鱼的鲜嫩和汤的醇厚融为一体。烧制的过程中，甲鱼肉质逐渐入味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姚军独特的调料配方使得红烧汁浓稠醇厚，做好的甲鱼色泽红亮，香气诱人，鱼肉滑嫩。食客夹起一块，汁液在舌尖回荡，令人回味无穷。这道红烧甲鱼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独特的艺术。我们就喜欢吃这个甲鱼，这甲鱼吃很暖和的。这个冬天吃了呢，一大补，味道挺好的，挺好吃的啊，口感特别好。这个甲鱼的裙面吃起来特别的口弹软糯，这个甲鱼肉味道非常的鲜美。阳光正好，寿县姚军的甲鱼锅给人们带来独特的风味体验。贺玉梅的杂鱼锅让炎热的天气找到了舒爽与美味的交汇。秋意渐浓，螃蟹以快速的姿态成长，每一口螃蟹都是一种享受，勾起了对大自然恩赐的感激。美食不仅满足了我们的味蕾，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交流的媒介。